民数记第八章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吩咐阿伦说，点灯的时七盏灯拢伫五灯台前照光。阿伦就安尼行，伊点灯台顶的灯，互灯五前照光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四节，这个灯台的做法是用金拍出来，连座甲花拢是拍出来。摩西制作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款式。五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对以色列人的中间选出利未人来，清洗因，清洗因就安尼行，用毒气做的水浇伫因的身躯，搁叫因用剃头刀剃通身躯，洗衣服清洗家己。八节，然后叫因取一只公牛啊，甲当献的素祭，就是调和油的幼米粉。你就另外取一只公牛啊，做赎罪祭。九节，将利未人带到会幕前，召集以色列全会众，将利未人带到耶和华的面前，以色列人就欢手伫因的头壳顶。十一节，阿伦也将因带到耶和华的面前，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，和因谈判耶和华的事。利未人就欢手伫两只牛的头壳顶，你就将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烧祭，献予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。十三节，你也得予利未人徛伫阿伦甲伊的子的面前，将因当作摇祭献予耶和华。安尼，你对以色列人的中间将利未人分别出来，利未人就会归我。十五节，执立了后，利未人就入去办会幕的事，你就清洗因。将因当作摇祭来献上，因为因是对以色列人中完全归我的，我拣选因归我，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头上生的。以色列人中一切头上生的，连人甲精神拢是我的。我伫埃及地打死一切头上生的迄日，将因分别做成归我。十八节，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头上生的，我对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像素和阿伦甲伊的子孙，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，搁为以色列人赎罪，免得因我尽圣所的事，有灾会临到因的中间。二十节，摩西、阿伦甲以色列全会众就对利未人安尼行。既然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所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人就对因安尼行。二节，对安尼，利未人清洗家己，除去罪，洗衣服。阿伦将因当作摇祭，献伫耶和华的面前，搁为因赎罪来清洗因。然后利未人入去，伫阿伦甲伊的子的面前，伫会幕中办事。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就安尼对因行。二三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，利未人是安尼，对二五岁以上，因就入来任职办会幕的事，到五十岁就停工退任，无阁办事。独独伫会幕内，甲因的兄弟三角事后，接受所吩咐的。无阁办事，论教所吩咐利未人的，你就安尼对因行。